这里有一台非常非常眼长、很眼熟的车哦。哎、欸，它在里面呢、欸。哎、欸。真的是，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。我们两个真的是已经期待这天非常非常久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柯南迷，尤其是我妹，她真的是超级疯狂的柯南迷。带大家一起看柯南村到底长什么样子。Let's go。我们现在为各位展示的是个性的差异，爱整理型跟不爱整理型。好了，其实我是要到了之后再整理。这边已经下雪，然后雪已经要几乎要融了，这样子。没有看过雪的人可以现在看一下。哇、哦，我现在已经很兴奋了，我好兴奋了，柯南我来了，到了，到了。结果呢，我们来了之后发现真的是疯狂的一直下雨，果然呢是哈雨神同行，雨神阿星，对，柯南，小爱，富美，小兰姐姐，怎么办？我要再来买一份。小爱都不讲话的，好可爱啊。工藤新一的家，我们来试试看，看按下去到底是谁。嗨，新一兄弟，今留守してるよ。就是工藤，再一次。好可爱哦！再一次是小兰。好，新一季，再见了哟。啊，新一，好可爱哦。现在要前往的是那个青山故乡馆，虽然现在雨没有要停的意思。走吧。那个人的正身就是毛利小五郎。我想要跑的，要跑你自己跑啊，我不要。你好白痴这里有一台非常非常眼长、很眼熟的车啊！你不是？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嗨，我可以上车吗？我们是少年侦探团。你最后一名了，你不是你跑太慢了。迟到，然后圆灯。哦，啊啊，哎、欸、，OK。但是到旁边的时候会糊掉。哎、欸，真的哦，我记得这个手法，这个密室的手法、啊，我跟我妹小时候大概国中的时候有真正玩过，然后其实它没有那么好用。挡到你的脸了，哎，往左坐。我买了很多东西，在这边。刚从那个故乡馆出来，它有一些小小的活动，然后也有很多可以让你拍照的东西。如果你是柯南迷的话，就是真的要来一次，我真的是这样觉得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而且看到它的很多原作，就是哦，很符合我小时候的梦想，这样子就突然觉得有点感动。然后现在呢，就是要前往柯南的有点像是商品店、礼品店这样子，然后买一波之后就要回去了。我们遇到两台 taxi， 这里有迷宫。
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呢，我们刚刚遇到对象刚昌本人，然后还直接路过他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有认出来，对，真的没有，因为我刚买完东西，然后很开心，这样走出来，嗨，小蓝鲸，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，然后呢，居然也真的遇到了作者本人，这样子，哦，谢谢，我觉得自己荒唐。嗨，我现在已经回到了饭店，然后呢，我觉得今天一整天根本就是圆梦之旅，就这些地方真的是我跟我妹梦寐以求很久的地方，因为它算是一整区里面都有很多柯南的东西，就是分散在各地这样，每一个都拍到的话需要多走一点路这样子。我自己是觉得说，如果你对柯南还好，没有到很热爱挚爱的话，不一定要去，因为光是去游梁这边就要花3到4个小时，非常非常久的时间，就花这么长时间在交通上面也在所不惜的话，那你就真的是可以去一下了，像我这种路途再遥远我都要去看一眼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展现给大家看的这整趟的柯南之旅，那就是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也可以分享给你自己附近周遭的柯南迷这样子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我在这，你要等的人是我，我要被空干了。